Last day， 是我跟友恒哥的 last day 啊，也是麻婆豆腐的 last day。 其实就是主要可惜在我们要大展身手而已，今天一定要做好。 Everything will be okay。 冰箱里应该有吧？不够，我去买吧，我骑自行车去买去。到家了，小白就先快点，小白回来了。 No， 我们俩必须共用，他这个应该马上会有机会收回来的。来，阿玛。来。两个牛肉丸比较久，就只有两个兆就很慢。 现在调不了，得室外什么都没上哎。好，至多挑瓷书。你干嘛来着？啊，倒油。星光，哇，超沉。小白就先快点。还是没什么火。 怎么突然没火了？哇！怪不得它就一直没反应呢。现在是烧不了饭是吧？没有火对不对？你那个需要大火是吧？对啊，要大火熬的。你现在一半能停吗？不能停。那我先不用，我等你，我这道突然。我要蛮久的，你先做吧。 如果它是火不够，我把现在火全部让你把这道弄完以后，然后放瓦斯桶。好，谢谢。可以换瓦斯了，成功了。救星，救星。麻婆豆腐，加盐去碱，低点啊。 已经连在一起。哇，有了，耶！smells good， 太香了。 豆腐好了，杜先生，我是杜飞呀。杜先生是谁？一个客人。小白，哎，得采购了，走吧。 Okay, let's go. 哎呀，这两个人亲戚我们不要看着啊，多好呀！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，真的是，你现在才18岁，不着急。滑翔机就差不多了，也可以滑翔了。 不容易啊！既然丸子有点咸，就给它一点甜。这个地滑的可以走太空步了，已经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凯凯，啊、能炒一个番茄炒蛋给小朋友吗？可以啊，没有那么简单。 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番茄啦，帮我接没有啦。原来港普也是会传染的啦。番茄炒蛋呢，还有一个，番茄炒蛋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吃又最简单的菜。
哇哇，这职业大厨的风范来了！隔空姜片，隔空翻炒。面番茄汁，这锅子那么重，你都能翻锅。俊凯，你是一个被演艺事业耽搁到的天才小厨神。铲子有干的给我一个吗？不要着急的啦，不要着急的啦，先撒点盐了啦。看起来好好吃啊，两个麻婆豆腐好，两份是是吧？再来一个锅，一个马上起锅。好，看完了。哦，这个可以打98分。哦。店长，我们今天是不是 last order 了？对，是 last order。那我脱下我的厨师服了。好啊，可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耶、yeah. ！第一轮的主持任务还算是比较的圆满过渡，还算比较顺利。我今天滑倒两次，哎呀！小心，小心，所以要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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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摔倒。还好，一摔都不痛了。小凯，你想吃吗？好呀，我吃一个。好，谢谢。烙饼。好好好，来一个一个。看好。哎哎哎，记录是现在是我们双人组对吧？下一组的压力大了。为什么要忽视我的帮助呢？哎，是你来了哟！真的，哎，真的是，真的是。最主要就是阿玛。而且都很敬业，都很认真。走了吗？走。洗澡，当然要拿上我们的飘柔。忙活了一天，还好我们有新活性在洗发水，飘柔。吃个粉，我爱你，来，你来吧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其他你吃啊，够了啊，再来点吧，再来点，这是早饭，好悠闲，享受一下悠闲吧，你上两天很累啊，没吃没喝，然后这在那打工。翻炒就算了，最过分的是颠了一下。你看阿玛气的声音都颤抖了。哎，刚刚菜来了，阿玛，你看，你刚刚菜上来了，刚刚来。皇上用膳，我来晒太阳，多晒太阳长高，补钙。补钙。小白一路这一关就过不去，一直非常的自责，这样子怎么逗都开心不起来。小白，我觉得你的方向感特别的棒。方向感特别的棒，不是。到了皇马，我们坐个马车。那种骑马是不是特别容易受伤呀？我们都为了拍戏学的。啊，学的。而且那时候根本不存在什么文体呀、啊，都是你。但马嘴真的好丑，真的好丑。来喂我吃的。特别丑。哎，店长，马车来了 ，Six people。
不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哇！哈哈。苏有朋，哎，是钢铁人说，他真的很帅，是说你呢还是说我呢？说王俊凯吧。啊啊，对，说俊凯。哎呀，说俊凯。其实是说我。哎，我那时候跟你们在一个剧组，你们对我什么印象？来，《还珠格格》经典再现。河水不再流，我是不能和你分散。啦啦啦啦啦！到家了。美好的时光总是特别短暂。没了，没了。又把我拉回了现实。我要跟皇阿玛说再见的。呀。来，谢谢。皇阿玛再见了。皇阿玛开始自行旅行了。我真有点难过呢，还。太饿了。哎，这里有好多东西哦！哇，说实话，我今天看到张老师离开的时候，我有点心疼的感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有一种老看着我爷爷那种感觉，就我就觉得、就是，而且他是那种像笑着就是没事没事的那种感觉更有一点。饿不饿，小朋友？你来喂他。我喂他。对啊。饿不饿？痒不痒？痒啊！吃不吃，小朋友？哎，我帮你打开。嗯。哦，我不要你的，我帮你打。哎呦哎呦！好不好喝？好喝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要翻台是不是？喝完了再吃点肉肉好不好呀？好，真乖。你擦擦嘴好不好？哇，这是几星级服务？25星级服务。真的。我操！这太强了。过来去厨房。啊！我们找姐姐。找姐姐，她手都比我粗。他是第一个吃你鸡腿的客人，啊，真的啊？对。说甜，一个送你1块钱欧罗。他才2岁，他听不懂。他才2岁啊？对。怎么这么大？谢谢。他2岁好大哦。人好肥。真的才2岁。你几岁了？你几岁了？我问你几岁了，小朋友？你听不听得懂我说话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我们去找妈妈好不好？好。妈妈在那可可抱不动你。我抱回去找她妈妈。嗯。她说谢谢叔叔。啊。我她说谢谢叔叔。大受打击。她会不会叫有朋友叫爷爷？你赶紧喊爸好吗？喊了爸就没事了。不是，我那是叔叔了哟。啊，你这是叔叔的啊？那行。我都是叔叔了。还好你没出去，真的，舒淇姐。好。他叫我叔叔。那他会不会叫我妹妹？这个比较厉害，这个比较厉害。我都是叔叔了，我都是叔叔了。他叫我叔叔。小胖胖，你很喜欢跟他玩吗？哦。你打算几岁生小孩？什么事情？还早，我才18岁。我去点餐喽。好。摆了呀，全摆好了。